五骷髅大唐从零开始第三天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来了。昨天挂了一晚上的机啊，咱们获得了360万经验，还不错。目前50级，再加上口袋版的经验的话，今天应该能升到60级。这升级速度也太快了，马上估计到89级了。但是咱们昨天弄的海猫虫才39级，你妹的，这怎么办？先不用海猫虫了，咱们先把红尘任务做一做，能拿一个50级的。11点半做到1点，你妹的，把我累屁了，终于把灵鸟人给刷出来了。因为我们五个大王输出已经非常非常的爆炸，所以这个灵鸟人呢就当卡斯用就可以了，稍微加一点敏捷，别的多加体质，这样的话就十分的扛揍了。 OK 啊，大概是2000血，180的速度。今天打算就是先把40级的剧情都给杀了，然后再去虐几个副本。以我们目前的修为，白鹿精中小卡拉蜜，咱们直接3刀带走。2刀，嘿嘿。Nice。是不是看到我残血以为我灭了？其实稳的一逼，咱们只要一口大金，1刀、2刀，给我滚！你妹的！没有关系，咱们还是很稳健的。再吃我3刀，1下、2下，飞！哎呀，我去，还不飞？不会灭了吧？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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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赶紧拉一个牛妖出来。哎呦我去，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！你妹的！再给自己卡一个金疮药，药黄，你妹的！咱们直接惊鸿一击，还行还行还行，稳得住啊！都是些小卡拉咪。让你们知道大唐的厉害，再次单挑幽冥鬼，咱们直接横扫。哼，不痛，一点都不痛。哼，你给你个挠痒痒，看我1刀、2刀，滚！哎，还不滚？没关系啊，咱们一个雷击应该差不多了。哼，这就是一个职业 PK 选手对于血量的判断。我们只要一直卡进窗药，就能无限横扫。这把稳了。看我再来个横扫，这个骷髅鬼就要死了。卡一个大金，可以很稳。哎呀，你给你个挠痒痒，我1刀、2刀，飞 ，nice， 不要慌，还很稳。宝宝飞了没关系。你妹的，不讲武德，欺负我一个人是吧？是不是欺负我一个人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妹的，我还不信打不过你了，给我切入战斗！哎呀，宝宝没忠诚了，有点尴尬。没关系，只要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我们直接开扫。我1刀、2刀、3刀，漂亮！1刀、2刀、3刀，哎呀，小卡拉咪呀，都是，根本没有什么压力。五个大唐一人扫一个，马上就结束了。大唐官府过剧情就是这么快。简单粗暴，没有什么压力。把菠萝菠萝蜜心经给玄奘，这样的话咱们的40级剧情也结束了。今天我们要先升60级啊，因为有粉丝让我先杀个石猴，他们说在新区石猴特别难。石猴有什么难的？那不是挂机过吗？ OK，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60级了。之前不是有一套60级的装备吗？现在也可以用上了。杀个石猴兽徒，让你们看看五骷髅大唐的厉害。 Later。没有准备好，我承认我大意了，我没有买药，咱们把药买一下，肯定能过。妹的，连个小怪都杀不了，我真的服了你了。身上没钱了，咱们就随便买几个九转大长单。OK 啊，这次肯定没问题了，咱们直接切入战斗。先不杀这个大毒龙啊，这个大毒龙好像是个地府，咱们就把这个魔王蝎给杀了。看官无所谓。哎呀，魔王这个伤害确实高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咱们一排灵鸟人可以吸收很多很多很多的伤害，只要这魔王再一飞，咱们就稳赢了。可以啊，伤害很高啊，1刀、2刀、3刀，漂亮。不得不说啊，咱们的横扫天君不但知识帅，而且伤害也贼高。哎呦哎呦，我去，这个风雷之气怎么打过来这么痛？没什么花招啊，灵鸟人全部卡血。
希望能度过这一关。完犊子了，大哥倒地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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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没关系，咱们稳得住，看似已经打不过了，实则不然，咱们直接横扫，然后雷鸟人的话直接拉死，这就是骷髅大唐的韧性，对吧？死没关系啊，咱们起来就是一起横扫。哎呀飞了飞了没关系啊，咱们用别的雷鸟人也拉了，这林波城伤害也高的，恶心。哎呦我去，你练的是真的恶心。可以啊，一下两下可以啊，稳了兄弟们，稳了，这把已经伤害最高的那个已经飞了，飞你妹，都残血都不飞，这有人不知道能不能扛下来啊。哎呀这几个小冬瓜小西瓜小南瓜太脆了，还得买装备啊，不买装备太脆了。我去，这个紫气还不飞，放毒无所谓吧？哎呀，毒气还挺痛，妈的！就看这个雷鸟人啊，雷鸟人能不能拉起冬瓜来？可以啊！哎呀，我什么情况又跑？哎呀，又浪费两刀，完犊子了！高手自己不要慌，咱们拉起小北瓜。小北瓜直接把前面这个小泡泡给扫了。哎呦，挺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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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犊子！小北瓜。这个时候只能 A 拉 B B 拉 C C 起来扫，哎还没跳清晰，撑住，哎呦我去， A 拉 B B 拉 C 横扫两下飞，完犊子了，还没飞，还有两个拉人要再拉小南瓜，小南瓜的话起来可以扫，小北瓜的话直接把前面这个紫色泡泡给 A 了，可以。哎呦我去你妹的，哎呦一给你个挠痒痒，哎呀一给你个挠痒痒，起来给我飞，漂亮，感觉稳了，咱们身上还有拉灵药，拉起来就是一个横扫，拉起来就是一个横扫，给我起来一下两下滚，你妹的还不滚，飞，哎呀还不飞，赶紧给自己卡个大金吧，不然的话扛不住了，拉人药已经不多了。哎呀我去你妹的，撑住撑住撑住，飞飞飞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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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再扫一个再扫一个飞，哎只能期盼他不要秒出来了。我真是服了，杀个破副本吃了一车的药，你妹的，时候兽图这么简单的副本都杀不过去，再也不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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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太累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明天见。